着我跟你们从没有别离。We are bulletproof, so fire away. 若要闯一起外错 We fire as one, there's nothing they can do. Yeah, check. 有些嘢系唔使讲，大家心照。一班兄弟简直同一个心跳，互相关照，无论任何情况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留住在脑海，究竟是缘分定只是好彩，怎都好，每人有自己的过去，之前所有的误会当粉不止抹走它。在战场上不只是一班棋，每次准备出发一起出生入死，讲到你真心不能代替，愿意牺牲一切，有今生无来世，有人博攞彩，有人博出位，我们之间只有两个字，兄弟。辛苦的态度永远不变，就算各自各路，总有一日必会再见。现在在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我儿子，他已经回到我身边了。鲁曼娜完全没提过关于恐怖分子的事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我们选了这条路就一定要贯彻到底。之前发生这么多事我全都记得。干什么？联运下一代决策人，我儿子高家朗。老天根本没让我选。最近有很多社团发生冲突，就是因为沉默很久的连玉有所动作。我们之前在跟的紫水晶，很可能就是他们想重新插旗的财路之一。我刚选了几个最杰出社团人物。卢国斌、卢曼娜这对姐弟就是当年卢曼雄的亲生儿女，很明显他们这次回来就是想打响连玉的名号。高家朗，前 SDU 警长，现在是联运的决策人，很熟悉警队的运作，是滋事分子之一，所以要重点打击。几个社团现在这么多动作，一个巴掌拍不响的，你只针对联运，效果不一定好。师傅，我不这么想，我查过，紫水晶幕后那些人，他也有参与。扑克场幕后的老板跟 Kenny 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卢国斌就是 Kenny 幕后的老板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我凭高义泰电脑里的资料，虽然不是100%，但是可信性有75%。师傅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你只针对联运行动，不一定能制止其他社团耍花样。现在制造混乱那是联运，如果我不打击他们的话，其他社团就会乱来了。韩 Sir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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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妨碍大家吧。我觉得高 Sir 说的很好，要瓦解联运，才能杀一儆百，不然那些古惑仔到我们警方死的。我要等，聂 Sir， 就让年轻人试一试吧。Thank you, Sir。韩 Sir， 能不能聊几句 ？OK， 说。为什么要家俊去踩联运的线？家朗刚刚才成功接近卢曼娜，这么做他们早晚会碰头，家朗就会很危险。他们两个都是警队精英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让家俊怀疑，但是何必要他们兄弟俩正面冲突呢？家俊是个人才。他想破案，想立功，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去阻止他。如果他发现家朗有什么问题，他会顾全大局的。我始终还是认为这么做太冒险。安妮，你放心吧，他们两个是大人，有自己的做事方式，你看着他们长大，对他们有点信心。OK。
我出去买东西了。买东西？什么生意啊？在哪里买？店在装修啊？不是，我口渴就来买东西喝，他们在把冰弄碎而已。啊，对了，今晚一起吃饭吧，你等我回来，我来接你。啊，好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要的东西有没有新进展？报告都在 SD 卡里。罗国斌在我身边放了眼线，最近不方便回安全屋，以后在这儿见面。我只有15分钟。恐怖分子在苏黎世被 CIA 截获了那笔钱，他们出了暗花，说要杀了所有调查关于这个案子的特务，自己小心一点。我猜他们不一定会在这个星期动手，找不到线索暂时不要硬来。什么意思？等。还等？卢国斌刚刚逼我叫我亲手杀死雷 Sir。 飞虎对雷 Sir， 现在我怎么办？顺他们的意思，我会想办法通知雷 Sir。 如果雷 Sir 不是真死，卢国斌不可能相信我，我什么都做不成啊。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话越来越像他们了？我会想办法的。不到15分钟。干爹。这不是我想要的，连这红绳子交给雷Sir，他知道怎么做了。小心一点。怎么今天奇奇怪怪的？能不能告诉我？怎么这么说？你手上全是号。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？你指哪方面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。你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懂。不过有些话呢，我很难替你开口的。我听别人说，做飞虎队的女人会很辛苦，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试试。嫁给我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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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求你别打了，忠哥。每次都是你，有没有数过搞了我几次？飞虎队总督察，你真的很讨厌。道歉。飞虎队全都很能打，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单挑。好啊，来呀！你赢的话，我让你带他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用着急，我没说我跟你打。交给你了。放开他。我做事不用你瞧。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我求求你啊，别开枪！不要啊！你今天根本不应该在这儿，闭嘴！我知道你选了这条路就回不了头，命我可以留下。你放了阿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什么遗言？对不起，阿山，我不能保护你。今天的事，你都忘了吧。你们说完没有？等一下，我怕你的枪被人动了手脚，没有杀伤力。用我的。刚才说什么？看清楚一点。没事了，一家团聚，雨过天晴了。周峰，怎么样？周峰，那颗子弹应该会打在第三和第四根肋骨之间，不会打中心脏。我口袋里有胶带和铁管，子弹打穿了肺，要封住伤口，再用铁管
把费里的鸡血放出来。 肺部中枪，子弹的位置很接近心脏。看看 SaO2 含有血压。刘医生和麻醉师知道伤者的情况了吗？知道了，所有人在里面准备好了。记得推进病房之后，马上叫大家封锁消息，等聂瑟过来接手。我是坏人。 我儿子就是坏人的儿子，如果他变坏，那么只能怪他的命不好。我不认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撑住，我还要跟我儿子道歉。我跟你都有能力，但是偏偏保护不了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事预料不到。 求你别打了！对不起，阿山，我不能保护你。嫁给我。我听别人说，做飞虎队的女人很辛苦，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试试。 还给我！快点，还给我！我的名字叫雷卓峰，志愿成为一名勇敢的警察，打击罪恶，保护身边每一个人。我没想过要做英雄，珍惜生命是因为可以守护更多的正义。 朱峰，你看看，我戴上戒指了，你快醒来，醒来我嫁给你。不用担心。 最好的医生都在里面，他会没事的。你不应该跟我说，应该跟朱峰说。还给你作证物，我要不要跟你去录口供啊？外面很危险，留在医院别出去。聂 sir。 今天朱峰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，也就是里面那个人是我老公，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什么？无可奉告。在你心里，我真是这么笨的人？要是圈里有张纸。 写了急救的方法，你看看这间医院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所有东西好像都准备好了。聂 sir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快告诉我行吗？有人中枪了，是高家郎打他的，你派人抓他，你干嘛不派人抓他？你说啊，我真的猜对了。 所有事都是安排好的，你们这些警察是不是疯了？怎么能拿命去赌啊？啊！陈医生，别出去。好啊，你给我个理由。 知不知道什么叫恐怖分子？ 欧洲很多国家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，死了很多人，还有很多无辜的小朋友。他们在餐厅里吃饭，在公园玩游戏，突然间有个炸弹爆炸，死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
没有死的。你睁开眼睛，整个世界不一样了。有的死了爸爸妈妈，有的没了孩子。如果我们再不制止这些人，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全的地方。不同国家的军队和警察付出了不同的代价，有些甚至牺牲了生命，目的就是要跟他们战斗到底。我知道怎么说对你是很不公平，但是你别再问为什么，很多事我跟你都不会同意，但是我们要尊重卓峰的决定。之后的事会怎么样，没人知道。 Sorry， 跟你说了这么多，麻烦你帮我们好好照顾卓峰，有什么事打给我。杀了他，你选了这条路就回不了头。你张医生，张医生，张医生，我们收到消息雷子中枪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有没有印象枪手长什么样？你快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帮忙去抓人。当时我们被人抓去码头，我看见高家乐跟黑社会在一起，最后卓峰被人开了一枪。真是家乐？怎么会这样？既然知道是高家乐，我们马上申请行动。我不知道，当时的情况很混乱，我现在只想要卓峰赶快醒来，其他的事之后再说。算了，我们回去吧，等雷瑟醒来再说。谢谢。雷死的事我知道了，你不用再骗我。如果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逼你说。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海边说过的吗？无论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，发生什么事都好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答应过跟你分担一半的，对吗？你这辈子只疼一个女生，我又跟着你一辈子，你不找我找谁啊？娜姐，夏朗，你在哪儿？哦，到处转转。
郭斌跟我说了，娜姐知道你会很不开心，但是不会再有人怀疑你了。你今天也累了，没什么就早点回家休息。好，知道。别想这么多了，拜拜。拜。这里就是制造紫水晶的制毒工厂，他们其中有一个决策人叫 Kenny， 之前有几个大案子，我已经跟他交过手。跟恐怖分子有关那个？嗯，还算你之前叫我去查我爸电脑里的 report， 真的有发现。我怀疑幕后指使 Kenny 的人就是联运的卢国斌。既然这样，你应该直接找聂 Sir 汇报，让他跟反恐那边谈谈。如果去找反恐，就不是我们 OT 查。韩 Sir， 我想趁他们还用黑帮的身份活动，明天就去扫他们的制毒工厂，但我需要你的支援。家俊，着急做不成大事。我很欣赏你的野心。好，明天好好部署，别浪费这个机会。Thank you, sir，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你别介意，虽然你爸爸的人格有点问题，但他做事很有能力，每次交给他的 case 很快就能破。论智慧，论计谋，你应该学学他。有时间去档案室看看你爸的档案。先走了，交给你，希望能帮你。 Thank you, sir。 所有人 stand by， 十五分钟后出发。OK。高 Sir， K ready 了。再等三分钟。OK。再等三分钟。我去一下洗手间，回来再干好吗？这个洗手间不能去，去外面那个。好好。动作快点，等你回来。喂，拿上你的包去。
什么？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别出声！警察，别动！别动！你们已经被警察包围了！请勿别动！狙击枪手，别上手！站起来！请勿别动！走，起来，走！高 Sir， 出去！你干什么？带我回去！Yes Sir。走啊！各位传媒朋友，大家好。在昨天下午3点，警方收到线报，进行了一场扫毒行动，成功破获了一个由黑帮营运的地下制毒工厂，检获了3亿最新的紫色冰毒。为了不引起大众的恐慌，我们的指挥官策划了一个精密的计划。我们在一枪不发的情况下拘捕了所有的涉事犯人，而这个计划的总指挥官就是站在我身边的高家俊高级督察。这次的行动之所以这么成功，全靠处长支持和我们各部门通力合作。我们警方相信已经切断了一个黑帮的主要收入来源。高 Sir， 你们对于这次行动背后的黑帮组织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或者计划？我们警方打击黑帮活动永无休止，毒品祸害严重，黑帮活动令我们香港市民人心惶惶，维护法纪，保障我们香港市民生命财产是我们警方的职责。我重申一次，打击任何不同形式的罪案，我们香港警方绝对不会手软。慢点，急着找我什么事啊？你狗混蛋，终于让我看见你了！喂，喂，干嘛？他是我的人，你的人是吧？就之前所有事都跟你有关了？不是跟我有关，是我说了算。你说了算是吧？好，威廉的病，聂宇航，还有阿豹的病，我一个一个给你算。好啊，你想怎么算？要不要给你写张清单？好啊，够了，你们吵完没有？国宾有批货被人扫了，厂子没了，人都被抓了，损失很大。我的手下失手，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内鬼。怎么，又想怪我啊？干嘛这么紧张？我又没说你。扫那批货的人你也认识，欧记高家俊。国宾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再找第二批货回来，送去曼哈顿和多伦多。如果搞砸这个计划，他们不会放过我。姐姐，他是我儿子，一家人啊！不行就不行，还不是时候。联运的事很快就上轨道，他早晚会过来帮忙。我平时什么都迁就你，这次不行。除了联运，我还有很多事不知道，还一家人。你不信我？你不说怎么信？你别再继续问了，再继续问你会没了亲生妈妈，我也会没了姐姐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慢慢把事情都告诉你。一码归一码，工厂只有文洛一个跑掉，一定是高家俊放他走的。我不管他知道多少，他们两个的命我要定了。好，你是不是想动高家俊？我一直把他当弟弟，他这次搞砸了，让女人粘上那个警察，我已经有个交代了，你别妨碍我。玩大一点，一个换一个。高家俊扫的制毒工厂应该跟联运没关系，我去了这么久没听说过。不过看他们的动作，他们不只想在香港卖，还想卖到全球。恐怖分子利用毒品打算控制不同国家的 banker， 要挟他们把黑钱转移出去。卢国斌跟 Kenny 一定跟恐怖分子有关，他们下命令要把叛徒找出来。那个女人叫林文露，一直帮他们做拆家。制毒工厂的事，卢国斌不会就这么算了，叫高家俊自己小心。还有，叫他别搞别人的女人。林文洛是 Kenny 的女人。
男人很忌讳的。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雷隼还没醒来。医生怎么说？你那枪打得很准，但是弹头做了手脚，醒来机会只有五成。加朗，再忍耐一枪。忍，又是忍，每次都叫我忍。雷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，我在出卖我妈，骗我最爱的女人。高家俊马上出事，就算他们当我是大哥，我也不能眼看着他死。下一个呢？下一个可能就是你啊，怎么忍啊？家朗，行了，冷静是吧？坚持是吧？我知道。今天呢，我打去酒店问过，他们说婚礼场地再加一点钱就能准确室外了，你说好不好？酒店的场地呢，可以容纳100人。你也知道，你的同事全都是过度活跃症，大一点好，不会妨碍别人，你说是不是？朱峰，你赶快醒来啊！如果你再不醒，就轮到我要看心理医生了。干嘛偷偷去看雷 sir 啊？你担心他吗？差2厘米就打中心脏，肺也穿了。张医生他及时放掉了鸡血，才能捡回一条命。子弹拿出来的时候，雷 sir 已经昏迷了。现在能不能醒过来，全靠他自己。我也希望他能早点醒来。高家朗，你是不是逼得自己回不了头，你才安心啊？我知道你现在在执行任务，但是我没办法认同你的做法。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你开的枪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开枪打雷 sir 的？我想我不需要跟你解释。你现在做的事不但在伤害你自己，还在伤害你身边关心你的人、爱你的人，你懂不懂？说什么都没用，干脆说清楚，以后不要再接近我。我跟你的关系我们可以选择，但是卢曼娜是我妈妈，这个我没得选。你想说什么？亲情爱情你会选什么？我选亲情。既然大家想法做法都不一样，说了也没用，干脆就分手。我想我们以后没机会这么说话了。保重。我一定会保护自己，你也是。